现在来到一个大杂烩，什么都有的卖的，这边全是人，这个还有香肠，还有卖各种肉，看看各种橡皮糖，发财了，还有巧克力。我们来到一家碟子店，这是我妈最爱的碟子，很漂亮，所有的碟子都很美，有很多桌布的选择。我们来到了一家美妆店，巨大无比。且逛了一下，我们就走了。我天哪，这个糖果店太可爱了，巨大的糖果，巨多的选择。哇，这个好美，卖地毯和卖灯的。好了，我们来到了这个苹果店，我们今天来去试这个 Vision Pro 这个眼镜。这系列好可爱哦，花花的设计。我很想把这个男生给拍下来，因为他戴那个眼镜已经戴到有点凹陷进去，已经红了。我等下试完应该可能妆整个戴上，全部那个黑眼圈白遮。哎，我跟你讲，刚刚那个人真的是戴了那个眼镜，然后就是对着外面这样，一直那个手就这样伸手遮天。OK OK OK OK， 李孝利的那首 OK， 对的。OK。哎，你这都可以过，对，也是有点。他每一个人他都是这样子，然后坐在这儿要试戴，先过去扫脸，扫完脸了以后，有工作人员去从这个后台给你拿你和你 size 的这个出来，让你来试戴，尤其是内衣。他拿的是中号，他现在给我换了个小号。哇，你看我的脸压的不行了，压腮红都没有了。天哪，简直了，一个新的世界，我跟你说，太厉害了！我居然在一个没有任何翻译的情况下完成了他的操作，我觉得他们也真的是非常的有耐心。但现在应该是有可能很多的 app 和功能在中国是不能用的。戴了一下我的颈椎要犯好痛，这玩意儿我戴不了。你看他就在高兴的买，给这个东西买了个袋子。这个人就不是自信狂，是啊，因为第一3万，第二95一个人学残，我应该自己再加一个不行。我可太会使用了，我可以待在家里不出门。我们两个刚刚去了一个好吃的意大利餐厅，一进去人家说 we are close， 赶羊了，赶出来了，然后走了一路找不到吃的， Google 了一下，也最终没有去到我们想吃的那家，我们就进来，托女士点了一个菜。我点了一个鸡翅和一个墨西哥什么饼，觉得他饿了，因为他点了沙拉，一个 pasta， 一个 pizza， 然后刚刚一端上来这么大的一个这个 salad， 然后我就是说你放心，我贵的我也吃完。我中午吃完了玩具，我刚刚进来的时候我就觉得这家真的是好吃，我不想还不错，目前第一顿菜是好吃的。来了，这个菜选了，叮叮加那个酱。苦没有，又酸又甜又辣，很奇妙的一种味道，跟我们的松鼠鱼很像。这个真的是我们随意走进来的一个店，很好吃，很好吃的，就这样小小的一个店，然后它外面还有外摆。太夸张了，多大这个，看我一个手两个手三个手四个手掌。好好吃，你转一下吧，我真的懒得转，像妈妈在视频，然后就是我看不清楚。那你自己自拍，你看 OK 吗？拍得到你吗？拍得到。好的，你呀还是不要干摄影这件事。Tabasco， 这里面 chicken 味特别足， cheese 也放了很多，很好吃。好吃吗？非常原始的味道。意大利面那个面味很足，是吗？除了这个之外没有任何的味道。明白我说的感受吗？我觉得你放点盐会好吃，其实它的香味是够的，只是它不够咸。最后 pasta 是否成功？哇，你刚刚看了我的斯坦尼康运镜了吗？哇哦，一点都没有成功。甜品披萨里面量非常足，如何？越嚼到后面越好吃，真假的？嗯，上面味道浓郁。你先是吃到 cheese， 然后再吃到中间那个肉的香，然后最下面那层酥酥脆脆的那种口感，简直了！啊，我来尝一下。嗯，它跟我们平时吃到披萨的底部完全不一样，但
它底部都炸透，然后它里面有放甜椒、橄榄，还有一些蘑菇，它里面每一个东西都比例非常好。太好吃了，这一餐我才700人民币，吃完打包了，花了29美金，比我想象的便宜一点。好的，非常满足的一餐。房子都好好看哦，这个家好大，柠檬树，哎呀，他们真的很爱种柠檬树。哦，这是干什么呀？都是泡泡，然后看到外面有好多人在排队。洗箱子，这个路真的太美了。逛 Costco 买一些保健品，这个车车好大呀，小番茄感觉还不错，用小彩番茄我不行。这种 cheese 这是什么东西？ Is it my picture? OK, get one. 那里面那种各种就西餐用的各种香料加那个意大利饺子，反正还不错。这太多了，好爽。我们今天的重点保健品，这个就是让你好睡觉的吗？然后保护你的眼睛吗？不保护你的眼睛。不保护眼睛了，这是褪黑素。我试一下这个100% natural, 某书上面很多这个宝宝吃的这个，对，还有维他命 C 这个。这个你们可以买回去化成片。这个什么？草莓的，买一个草莓的。他刚刚都这样子拍西瓜了，钻到里面去。只有中国人在这拍西瓜，这大大的没。这个还可以。哇，我这个压力很大哎。